主料，黄瓜150克，鸡蛋2个，胡萝卜50克，辅料盐3克，油5毫升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黄瓜切成片，鸡蛋打散在碗中，将切片的黄瓜再切成段，鸡蛋搅拌好备用。锅中放少许油和适量的水，水开后倒入黄瓜片，水再次开后倒入打散的鸡蛋，最后放几片胡萝卜片点缀，放适量的盐即可，盛出装在碗中就可以吃啦。烹饪技巧挺简单的，没啥技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